给我买了这么多只鸡毛蟹。哇，我捡个大的腿吃。哇，给你们表演一个新技能，成功了就给我拴。花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一只十斤的大波龙啊，感觉过瘾的朋友啊，给我来一波小红心啊！太大了，哇，超级肥，代沟。必须给他动作，姿势要帅，动作要快。嗯，壳这么大，肉太小。人人都说老二比老大聪明，老二比老大讨人喜，为啥我这个赞呢永远没有我姐多？嗨，蘸点红油，哦嘿，撒上一点辣椒面。有大米，还有馍，宝宝，热火腿，有很多朋友都私信我说让我不要吃辣椒了，都心疼我。那我不吃辣椒，我也没别的才艺了，我只能来个头开面包蟹了，试试看我这个铁头功练的到不到位，好吧？哎妈妈，一砸脑袋都晕乎了，晕头转向，好歹开。哎呀，哇哦，看看诱不诱人？好肥啊！我的天哪！这太肥了吧，哇，全部都是黄，嗯，太爽了，妈妈，全是黄和膏，太肥了这面包蟹，觉得我铁头功练得到位了，记得给我个双击，给个关注再走啊。竹节生一口闷，闷的想给我来个双击啊，必须是爆辣版的。感觉过瘾了，给我来个双击。老铁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，因为吃完这个鸡排我的生活费已经透支到2020年。啊，吓我一跳。哇，吃鸡排必须得吃红油味儿的啊，还得来点来个刺激点的头开面包蟹，开的开，给我个双击，为了你们的双击我来拼一下，脑门儿，哎呦，
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开不开？能不能给个关注？啊、哎！给个关注行不行？不要刷机了，继续看喽！我的大鸡排，老过瘾了，吃的大鸡排，还必须得配点酱料吃才得劲儿。大鸡排。少换点，行，不赢这样吃。腿拉上来，嗯好。嗯，香不香？这么很香。那很好，好幸福。喜欢吃的一定要给个关注再走，朋友们。我爱吃笋，手剥笋，这个是黄金笋。黄金笋特别香，肉厚。老香了，你们看一下，一包黄金笋500克，一包嫩煎肉400克，一包切断的500克，再来一包马蹄肉500克，再来一包手剥笋，也可以三个联合拍，两个混合拍，5包都可以啊。火鸡面啊，干净完了。兄弟们，过瘾啊！煮了一天一夜，花了我一罐煤气啊，
老铁，你看这钳子，哇，这钳子得有好几斤，能不能咱老铁能不能给我两个双击鼓励一下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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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这还能把这尾巴给抽出来啊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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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么大壳，这么大壳，就这么一点点，一点点。